欢迎来到名人 V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巴黎这一棒，万众瞩目的赵露思和杨紫带给了弯腰捡国旗的王一博。随着法国巴黎奥运会的临近，这场盛大的体育赛事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。尽管法国巴黎近来频繁传出一些不太乐观的消息，这让国内不少网友感到焦虑不安，甚至对比赛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产生了担忧。随着中国运动员陆续抵达，当地参与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明星们也已做好充分准备。在国外街头，当看到那些熟悉的我国明星们荣幸地手持火炬奔跑时，心中充满了欣慰之情。男士们包括郎朗、靳东和王一博，女生分别为谷爱凌、杨紫、赵露思等。这些参与火炬传递的国内明星们，在自然光的映照下，尽管少了一些星光熠熠，但褪去了一丝腥味后的他们，身着运动服，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由内而外散发出青春的激情。男士火炬手王一博。当王一博的粉丝们得知他将担任法国巴黎奥运会的火炬手时，他们简直疯狂了，尖叫已经无法表达他们的激动与喜悦。粉丝们在网上热烈讨论，普遍认为王一博能够获得火炬手资格绝非偶然，而是他通过点滴努力建立的良好口碑所致。前几天，王一博在活动结束后走在人群中，看到地上有一面中国国旗，他立刻弯腰捡起，这一举动迅速登上热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他总是将祖国放在心中。即便他偶尔有失误，网友们也会选择包容，给予他一次免责的机会。在众多同龄偶像男明星中，王一博以其稳定、踏实和勤奋的特质脱颖而出。他极少炒作，总是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。尽管在从歌手转型为演员的过程中，他也遭受了外界的阴阳怪气的吐槽和嘲讽，但他依然坚持不懈，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当王一博身穿奥运火炬手统一服装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时，他无疑展现出了一位充满活力的青春男孩形象。他浑身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，仿佛拥有一股对未来充满好奇和想象的无尽力量。郎朗，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郎朗，被许多大姨们视为宝贝。他从小便是众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在钢琴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天赋。同时，他在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在天赋与努力的共同作用下，郎朗一步步迈出国门，走向世界舞台。郎朗成名后重返国内，似乎每一步都规划得非常清晰。他在钢琴界享有清白的声誉，几乎没有不良绯闻。这次他成为火炬手，确实让人有些意外，他的形象也非常接地气，展现出中年发福男子的样子。郎朗手持火炬奔跑时，体态显得并不轻盈，脸上的肉随风摇曳。我的天，参加这种活动前难道不知道要减肥吗？靳东。事实上，靳东能够成为火炬手确实令人意外。在他这一代的男明星中，德才兼备者不少。然而，靳东一度因装文化人的行为饱受外界嘲笑，且最近半年内也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作品播出，因此他的出现确实出乎意料。靳东获得火炬手这一殊荣后，尽管已经走出国门，但他脸上却是一副享受当下的神情。没有了镜头前的闪光灯和西装革履的束缚，穿上运动服的靳东看起来与平日的形象大不相同，但他的身材和精神状态依旧充满热情。在传递火炬的过程中，他始终面带笑容，显得比在国内镜头前更加放松。前往法国巴黎担任火炬手的女明星们状态都非常好。谷爱凌。每当提到谷爱凌，我总是不禁涌起一种佩服和羡慕的情感。她不仅在主业上表现得极为出色，还能够兼顾学业，真实让人感到她既是运动领域的佼佼者，又是天才少女。
尽管谷爱凌自小在国外成长，但她在参加奥运会时始终将中国的荣誉视为首要，所获得的荣誉也归于中国。因此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谷爱凌无疑是一位让人感到骄傲的运动员。毕竟是专业运动员，她那金黄色的头发被扎成马尾辫时，真是让人目不转睛，而她微笑的样子更是展现出满满的运动精神和力量感。杨紫，作为90后青年演员中的翘楚，杨紫从未心存炒作或绯闻之念。她始终以敬业的态度投入演戏，无任何花边新闻，使人们在她身上看到了认真工作和努力奋斗的最美一面。有人曾经批评她的外貌和身材，而她并没有反击，也没有极力为自己辩护，只是将一切交给时间。如今出现在巴黎火炬手传递仪式上的杨紫，容貌焕然一新，身材明显瘦了很多，呈现出健康阳光的状态。她在私下里一定进行了大量的身材管理，她的积极努力是显而易见的。站在异国的街头，从演员到火炬手，杨紫的出色表现一目了然。在女星火炬手中，汤唯的年龄相对较大，已经经历过婚姻和育儿的她，与以往未婚的状态大相径庭。她的发际线明显后退，头顶还有不少杂乱的小碎发，在自然光下，大额头显得格外亮眼。这些女星的状态都不如赵露思。曾几何时，赵露思在国内的口碑极差，甚至被称为小太妹。然而，自从她担任火炬手后，她在国外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赵露思的英语非常流利，与外国人交流时，她落落大方，从容不迫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她都能自信满满地应对。她谈吐自然，笑容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，让人瞬间感受到如阳光般的温暖。赵露思展现出了她那令人惊艳的明朗一面，相比之下，其他几位火炬手在她面前都显得逊色许多。不要以为任何明星都能轻易成为火炬传递手。火炬手不仅象征着一种独特的荣誉，还意味着即便是那些没有参与体育事业的人，也能够借此机会与体育事业亲密接触，体验体育精神的魅力。